刘文静啊。想给客人水果。先给客人呢，给我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吃这个啊，傻子，尝尝自己家种的啊，放这行。有事没事啊？没事了。没事，搁这边待命。哎。这边不习惯不知道吗？不是你这么说嫂子好吗？这是你在呢，我给点面子。嫂子你不难受啊？习惯了，挺好的。我先走啊。这是刚才就走啊？乐他妈啥呢？来找你玩来了，你先把地图了再走啊。拍拍拍，去拿个手机。这好像是对。